是。报上竟然说我们在 China MV 的演出是抄袭街舞，这简直是毁谤嘛！这是对我专业水平的侮辱，这件事情你要查清楚。这没什么好查的，一定是 Y 世代娱乐公司在抹黑我们。可是上面的舞蹈动作，明明是我为这次演出特别设计的，皇朝一定有内贼。你在怀疑我的人呢、我告诉你，若有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忠心耿耿。你的判断最好是正确的，但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。不用管他们，我们继续跳。来，五六七八。干嘛你？你们这些跳街舞的，根本就是街头混混，简直就是贼！做什么你？冷静点！你想找茬、啊？要打架、啊，我们可以另外一个地方。要揍你，随时都可以。为什么要偷学我们的舞蹈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报纸都登出来了，还要什么证据？难道我们皇朝 Royal 要偷学你们的街舞吗？今天你看。舞蹈是没有界限的，同样一个动作，为什么你们能跳，我们不能跳？你没有注册商标吗？就凭这份报纸，也想来闹场？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你犯了！没有说你们不可以学，也没有说你们不可以跳，但是你们不应该反口诬赖说我们 Royal 有抄袭你们。我没有说过这种话。偷了东西还不承认，根本就是贼！你骂够了没啊？那些啊！不要打了！别打了！不要打了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要打了！晴天，不要再跟人家打架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原来是你。你不用怕，有什么事我扛。扛？你扛得起吗？晴天，不用你扛，是我学弱的舞来教晴天他们。原来是你，你就是内贼，你马上给我滚，永远不准踏进皇朝半步。做了什么事情，就要承担后果。你都看到了。你还说要接受你帮当好朋友，那为什么不帮你？为什么不相信你？你还说你喜欢他，这种人，既然你喜欢吗？做人的指责，我都可以不在乎，可是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为什么跟他们一样怀疑我？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定我的罪？小雨，今天塌下来，有我帮你扛着，他们不敢对你怎样。武术我学的，
是我跳的。离开皇朝不是世界末日，所有的错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承担呢？连你也觉得我有错？当然不是，是那些报纸周刊乱讲才激怒了他们，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你身上，是对你不公平啊。在乎他，他是皇朝的人，当然跟他们一样啊。你还指望他来帮你吗？他刚才态度已经够清楚了。我不甘心，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用那样的态度对我，为什么要用那种无法令人承受的眼光看我。小颖，你说过你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执着一份不可能的感情？小颖，就应该承担责任。我是无心的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。你已经伤害了皇朝所有人的感情，他们因为你而受到羞辱，道歉有用吗？就算你在这里淋雨，也弥补不了任何损失。这是你吗？这是你心里所想的吗？这是事实。我把你当成好朋友，你知道好朋友是什么吗？在对方最难过的时候安慰他，用力的陪他度过不开心的日子。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些。朋友之间就不应该欺骗，你希望晴天好，你教他们跳舞，就像我对所有他们的感情一样，我不能容忍他们被抹黑。我希望你忘掉这一切，回到你原来的生活中去。我可以忘记这些，但我不想忘记你。我受挫折的时候是你给我信心，你不开心的时候我会陪你一起难过，对我有一丝笑容的时候，我会心跳加速。是你让我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以为我们可以成为分享秘密的朋友。我现在希望有一天，我可以帮助你摆脱掉失去月月的痛苦。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在你身边，用力的让你开心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从来就没有失去过月月。你永远取代不了，就是在我心目中的地位，你明白吗？